一盒的整盒的五两肉，再附上洋葱，再附上这么大的一个便当，然后烧肉五两，然后再附上两个酱料，再附上一个洋葱，哎，这样，它整体这样子是这样子，它就长这样子哦。啊，绿色的部分不要看，因为绿色它会曝光，它会变透明的，颜色不要看哦。加大粒，加大粒，一般的便当盒长这样哦。我的便来看一下，看一下，你要凑着看一下嘛。到时候正式贩卖的时候，我们是这样卖的，会有一你们拿到的便当是长这样。然后呢，你买烧肉饭的话，会有一个装烧肉的，会有这个盒子出来给你，就是烧肉是另外放的，然后还有一个洋葱也是另外的，会夹链袋放起来，洋葱这样子。长这样，这个洋葱呢是另外付给你的哦，洋葱另外付给你，然后有一个盒子，然后打开呢，它里面的烧肉的分量呢是五两，就长这样子，这样看清楚哈、哦，这样子两个酱。两个盒子，哎，两个盒子，哦，这样酱料，然后附上一盒的整盒的五两肉，再附上洋葱，再附上这么大的一个便当，好不好？这么大的一个便当主体，然后烧肉五两，好难拿，烧肉五两。然后再附上两个酱料，再附上一个洋葱，哎，这样，这样整体这样子是这样子。那这样子在外面，我们现在成本已经过高了情况之下，没有关系。外面我们这成本现在已经非常高，攀升到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步。但是我相信以量制价了，好不好？所以我现在开始吃饭了，吃饭啦！我刚被我吃了一片香肠，我香肠把它吃了一片，然后烧肉是原色在这里。好、哦、现在好奇啊，我把它铺在便当上会长怎样，我如果铺上去咧，会变怎样咧，还会摆得下咧、哦、它如果真的要摆进去，它会变这样子啦。好，我先吃了、哦。好吃。